您就是六十门灵气第一的大小姐森龙吧。一个门派不需要两个大小姐，我要让九宫家的除妖术鸠占鹊巢。九宫大人，东西到手了，拿出来吧。遵命。啊啦啦，被主人抛砖引玉的感觉很难受吧。大小姐，是抛弃计划的最后隐患终于赶尽杀绝了。九宫之宫阵雨阵风。大小姐您看，六十门的修真者正在门口迎接你呢。我的灵气不如一只独角鹰和一条狗。大小姐，别生气啊。我吐出来，你居然敢挑战我神明！九宫要死！我接受你的挑战。森龙，这下我看你拿什么跟我斗？六师门的道友们，你们的大小姐回